会爆浆的巧克力燕麦蛋糕，做法很简单哦。一根香蕉，暴力碾碎。对于没有专业器材的，你们就要学会对自己得过且过。150克燕麦，15克可可粉，3克的泡打粉，100毫升的牛奶，100克的酸奶，15克糖。哦，我感觉我应该换一个大点的器皿。我不仅没换，还给它拌匀了，再加个鸡蛋，最后给它拌匀就可以了。我这个是6寸的模具，在底部先铺上一层燕麦，铺上一层香蕉，然后放上几块巧克力，然后把剩下的燕麦都倒进去，还是给它抹平，加上一些喜欢的浆果做装饰，放上巧克力的液块，里面也可以买那个巧克力币。会方便一些。烤箱180度，然后时间是20分钟。它真的会爆浆哦，好烫！白刀子进，黑刀子出。看中间还有这种巧克力的流心，能看到那个反光的巧克力流心吗？就是融化的黑巧克力。好好吃，嗯，巧克力味特别的浓，我的巧克力放的太多了，它有点糊嘴。看巧克力，中间的部分很湿润，几乎就是纯燕麦，它的饱腹感真的挺强的。嗯，巧克力还有香蕉，周末有时间的，一定要试试。拜拜，手心里都是巧克力。